这是我们过年杀猪时候腌的骨头身，看一下，哇，满满的一罐啊，给你看一下，把它抓点出来炖一炖。 这个敢剃能嚼不嚼？老爸说嚼都嚼不出来。我敢剃的。哇，你们看，老爸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，哇，很黄这个。你看，不行，这是人性。这是我们腌的骨头身啊，老爸腌的，这是我家的，用我家猪肉腌的，我们多抓点出来炖一炖。 你们看一下，里面有满满的一罐。哈哈，到时候为了吃得掉，把它放进去炖一炖。已经熟了，这个骨头上里面有猪皮。啊，那我就加个水。这是猪皮。嗯，泡不了。我也开吃一个。 这是猪皮，骨头生。